来，谢谢。热情招呼客人，有着一张帅气脸蛋的林炫瑶，个性外向大方，最近人气爆红。他就是被网友封为东湖王阳明的年轻猛男。就是这一系列的照片，日前网友拍下林炫瑶光着上半身，露出健壮的肌肉，卖力工作的模样，完全不输男明星，在网络引发热烈回响。蛮错愕的，就很错愕啊，就一睡一个晚上，突然就变这样了。睡起来就变这样，很错愕，超错愕的。因为小孩老师也住东湖，只是他没办法那个翘班过来，然后他知道我都在东湖买菜，所以特地请我过来这样子。林炫瑶网络人气破表，一早做生意就有不少粉丝来拍照。20岁的他身高175公分，体重55公斤，射手座。高中毕业后帮朋友卖寝具1年，每周五固定在东湖市场摆摊，被封为东湖王阳明，还有粉丝拱他上康熙。自己还没有办法调试好吧，对啊，会很紧张啊，现在还是很紧张。所以你有婉拒了？对啊。突然爆红，林炫瑶坦言感到不少压力，也有些紧张，因此暂时婉拒制作单位的邀约。而网友最关注他的感情动态，林炫瑶强调已经与女友交往1年，感情相当稳定，这答案恐怕让不少女粉丝心碎。记者王成伟、王月芳台北报道。